好，疫情让大家的生活都乱了套，包括了这个妈祖绕境要改成空中绕境，还有呢，因为疫情的影响，跨国婚姻受到延宕。我们现在来看到，就是三月封妈祖是台湾年度的宗教盛事，每年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信徒来跟随。但是有旅游业者规划携手航空业者推出这个妈祖空中绕境，2小时航程将绕台澎金马一圈，在空中举办这个诵经还有祈福仪式，是台湾第一个空中妈祖绕境的航班。不靠两条腿，天上圣母啊，这一回真的飞上天，跟着妈祖娘娘一起系好安全带 ，Kiga 啦！旅游业者跟妈祖庙还有航空公司空中三结义，飞一趟妈祖空中绕境团，三月中出发，飞行绕境台澎金马一圈，航行飞2小时，有180个人可以跟着飞，这啊可是台湾头一遭，2个小时的航程，善男信女一起诵经祝福台湾。你有兴趣不？有。用行的那种绕境，你对过几届？蛮多次的哦。啊，这次九里来去空中一起绕境啊，那样求之不得，真的有福报。妈祖的经里面就是说，瘟疫来的时候我们都不用怕，它自然就会离开，所以我们台湾是宝岛，每一个都花心，没有一个不花心的。对，很好。在飞机上面，当然航行时间我们会请我们的法师来带领大家一起诵经祈福，因为在飞机上你不可能去焚香啊，去做一些科仪。恭请妈祖空中出巡，千里眼、顺风耳左右护法。只是啊，空中妈祖绕境什么都好，就是不能钻轿底，因为你真的钻不过去。华视新闻黄敏慧、方启年台报道。